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这个影片呢要为大家讲解三民版第三册第七课的课文。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课的课文标题是什么。 History repeats， 历史会重复重演。 Lessons from pandemics， 是从流行疾病里面学到的宝贵的经验或是学到的教训。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的摘要，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关于这个课文的内容。 While suffering from COVID-19， 这个 suffer from 是饱受什么之苦，在饱受 COVID-19 之苦，那这样子的经验同学们应该也有经历过。 The narrator， 我们的叙事者，我们的说故事的人， A nurse， 是一位护士， Experienced strange dreams that took her back to the Middle Ages，他又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这个梦呢把他带到了中古时代。 During her imaginary visit to the 14th century Europe， she saw similarities between how people deal with the Black Death and how they are dealing with COVID-19 today。 那他在他的梦里面呢，他看到了 similarities， 相似处。哪两者之间的相似处呢？是当时人们应付黑死病跟我们现在应付 COVID-19 之间的相似之处。 From medic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perspectives, she realized that history repeats itself。 那他会从三个层面里面去讲解这个相似之处。哪三个层面呢？ Medical, 医学医药， Economic, 经济层面，以及 religious, 宗教层面。他发现了历史会重演。所以从这个摘要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推测一下，预测一下， predict 一下这个文章想要讲什么。他想要讲黑死病跟我们最近经历的 COVID-19 新冠肺炎之间的相似之处。那因为相似之处有很多个面向啊，那在这个摘要里面他也提示我们了，我们会聚焦在三种的相似之处。哪三种呢？分别是 medical 医药医学相关的，第二个 economic 经济相关的，以及第三个 religious 宗教相关的。好，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前情提要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reading strategy， 我们这一课要学习怎么样的阅读理解策略。是 monitoring and clarifying， 检视以及厘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字。 Readers are encouraged to pause， 停下来 during and after reading， 在阅读的过程中以及阅读之后，我们可以适时的停顿一下。 To apply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These strategies involve asking specific questions， 我们要学的问问题，问自己一些问题。 To clarify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 text， 那为什么要自问自答呢？是为了要厘清我们对于文本的了解。好，那以下就有三个步骤。第一个， Examine both the text and visuals for clues， 我们可以检视文本以及检视那些 visuals， 就是课文旁边的那些照片或是插图，去寻找一些线索。 How do the visuals connect to the information presenting in the text？ 那些插图啊图表，它其实不是随便放在那边为了美观用的，它跟文本之间应该有一些关联，那这个是同学们要去留意的。那第二个， predicting upcoming text， 就是我们要去预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那其实刚刚在看摘要的时候，我们也是从摘要里面去做一个延伸跟预测整个文章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默默的已经有在练习这个预测的策略了。 predicting upcoming text， Are there specific details or keywords I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 the upcoming text？ 有没有一些细节或是关键字可以帮助我去预测文章的内容？那我们在摘要这边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是有把一些字词把它用黄色的标出来，这些就是一些 keywords 可以帮助我们去推敲接下来要读的内容。那第三点就是 rereading the passage， 要重复的再读一次。 Are there details or facts that may offer deeper insights o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upon rereading？ 那我们再次读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
细节是可以提供更深层的见解或是不一样的想法的细节。就是可能我们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我们可能只着重在字面上面的了解，确保我们每一个字都有看懂，但你在读第二遍的时候，或许你可以去思考它每一个字词背后想要传达更深远的意义。那这个是推荐大家可以再读第二次的原因。好，那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第一段咯。他这边说， While fighting off COVID-19, I experienced something incredible. 好，那当在击退 COVID-19 这个疾病的时候呢，我经历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Incredible 形容词是不可思议的。那这边 while fighting off， 那这个 fighting 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还原一下，它是 while I was fighting off COVID-19 逗点 I experienced。 那我们要做一个分词构句的简化过程。那第一步骤呢，我们的连接词可以留下来，那这个 I 跟逗点后面的 I 是同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叙事者。那既然是同一个人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 while I 的那个 I 把它省略掉。接着后面我们要看动词是主动还是被动。 was fighting off 它是主动，那主动的话呢，我们就把动词把它变成 ing 的形式，就是这样子的简化。 While fighting off COVID-19, I experienced something incredible. 那什么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A feverish dream 就是发烧时候做了一个梦， feverish 是发烧的。 Took me back over 600 years to Europe during the Black Death. 好啊，那这个梦呢，把我带回到，唤起我的记忆到黑死病的时代。这个 take someone back to 就是某事唤起某人的记忆，或是带某人回到某个时候。那这边呢，是带我回到超过600多年前到欧洲的时代，然后是这个黑死病的时代。 The dream made me curious about it, so I started researching it. 那这个梦呢，让我变得对于这个黑死病有一些好奇。 Curious about it 的 it 应该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黑死病。那这边有一个文法 make 的用法， make 后面可以加受词再加受词补语，用来修饰受词的状态。那这边呢， make 后面的受词是 me 让我使我，后面加形容词 curious 好奇的。对，那这个 curious 是用来形容我的状态，让我感到好奇。 curious about it 对黑死病感到好奇。那这边还有个 curious 的用法， be curious about 对什么感到好奇。好，那我因为对于黑死病感到好奇，所以呢我就开始 research 研究这个疾病，或是研究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那 start 的用法， start 后面可以加 ing， 也可以加不定词 to v 表示开始做某事。好，然后接着 My research led me to realize not only how deeply that pandemic affected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but also how clea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can be. 哇，这个句子很长哦，我们来慢慢看一下。他这边说了，我的研究呢 led LED 它的原型是 lead LEAD 带领引导，这边有个 lead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引导某人做某事，或者导致某人做某事。所以我的研究呢带领的我，引导了我去发现 to realize。 发现什么呢？发现了两件事情，我们用 not only 跟 but also 来连接。那同学们要记得啊， not only A but also B， 不但怎么样还怎么样。那这个 A 跟 B 呢要对等。什么是对等？表示 A 跟 B 是要有同样的词性，同样的架构。那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课文的这一句话有没有同样架构。 not only how deeply but also how clear， 这边呢 A 跟 B 都是用疑问词带出来的 how deeply 跟 how clear， 所以它其实是有对等的。好，那文法上面 OK 的话，我们来看句意。 How deeply that pandemic affected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好，让我理解到发现到这个那时候这个 that pandemic
那个流行病应该就指的是黑死病吧。那时候黑死病呢影响中古世纪的欧洲有多么的深远，以及呢 how clea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can be， 那个过去跟现在的那个连结啊如此的清楚，就是他们的关联是很深刻的。那这边有个用法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 and B， A 跟 B 之间的关联，这边就是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过去与现在。好，那既然提到了那个 connection 是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清楚，所以接着说了 this similarity， 这样的相似性 reminded me of how people throughout history have dealt with similar crises and managed to find comfort in hard times。 那这样的相似性呢就是提醒了我 remind someone of something， 使某人想起某事，或是提醒某人某事，提醒了我 how people throughout history， throughout 是个介系词，贯穿从头到尾，就是贯穿历史啊，在这个好几世纪好几年的 时间里面，人们是如何的 deal with similar crisis， 如何处理类似的危机。那这 crisis 这边是复数哦，它原型是 crisis， 是它的单数原型，复数的话变成 SES。 那处理应付我们是 deal with， 那个 deal 是 DEAL， 它的过去式是 dealt， DEALT。 好，那我让我发现想起了人们是如何处理这些类似的危机，以及 manage to find comfort in hard times， manage to do something， 成功做某事，以及人们如何成功的在这艰难的时刻 in hard times 去寻找慰藉寻找安慰。好，那这就是第一段，就第一段我们做一个开场，就是从作者怎么样会对我们这个主题感兴趣，那他总是要找一个原因嘛，一个源头，就是他做了一个梦，对，那个梦呢带他回到了中古的世纪，然后呢他开始对这个中古世纪的黑死病感兴趣，然后他发现了说，哦，原来那个时候的黑死病跟我们现在的 COVID-19 有一定的相似程度，所以他作为这样的开场。那这样子的开场之后呢，我们来预测一下我们刚刚说的 reading strategy， 我们要 predict， 我们来预测一下那接下来第二段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他既然提到了相似性嘛，但他具体有说是哪样的相似性吗？其实没有嘛，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可能会预测说，哎，那接下来他可能会仔细的跟我们讲到底有多相似，哪些地方是相似的，他应该要提出一些证据。好，那我们就把我们这样子的预测放在心里面，等一下读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就来检验是不是如我们所预测的。好，那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段，为他再做一个总结。那课本的左边 paragraph 1 introduces the narrator's dreams， 他就介绍了这个叙事者的梦， which took her to the time of，带他回到了什么样的时期呢？那这边我们应该还看得到吧， took me back over 600 years to Europe during the Black Death， 所以大家回到了黑死病的时期，所以这边我们要写的是 the Black Death， 带他回到了黑死病的时期。好，那接下来上面有个 discourse focus， 他说在第一段啊， What is the function 功能 of the demonstrative determiner that， 这指示代名词 that 的功能是什么？那这 that 在这边， That pandemic affected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这 that 是什么功能呢？那这边先帮大家补充一下，这指示代名词有四个，分成两组。第一个是 this 跟 these， 这是用来表示事件比较接近目前的时间，就这个嘛 ，this 或 these 单数或复数，表示跟现在比较接近的。那第二组就是 that 跟 those， 就是那个，就是跟现在是比较远的，通常是发生在过去或是未来的。那由这样子的定义，大家应该可以知道，那这边的 that pandemic 的 that 指的是什么？因为 that pandemic 则是黑死病嘛，是发生在比较遥远的过去，所以这边的 that 它的目的呢，它的功能呢，其实就是 indicate
a past event in the Middle Ages， 它是来指出一个过去发生在中古世纪的过去的事件，所以我们用 that 来表示。好了，那以上就是第一段的讲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